的，大家好，我们很快就开始了。师傅，晚上好。啊，你好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开始，大家合掌。礼敬师尊阿罗汉正智觉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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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现在就开静音。好，然后我就开共享。看得见共享吗？志汉。可以，师傅。好的，我们就看这个共享聊。我们已经讲了两次，这个真智部7.49经享经哦，这个是第三种享，这个叫做对食物的愿力享。食物呢，就是阿哈嘞。这边对食物叫做阿哈勒，愿力的就是巴迪古拉，想就是三亚，所以它的巴利文在这里。好，我们看它的经文。比丘们当对食物的愿力想，以休息，以多休息时，有大果、大力、大效益。不死的立足处，不死的完结。当他被这样说的时候，这是源于什么而说呢？比丘们，当比丘的心多住于惯常对食物的愿力想的时候，他的心从味道的渴爱退出来，远离、避开、反转，不被生长，保持平静或愿力性。比丘们犹如鸡毛或者金戈投入火之中，它远离、避开、反转，不被生长。同样的，比丘们，当比丘的心多住于惯常对事物的愿力想的时候，他的心从味道的渴爱退去，远离、避开、反转，不被生长，保持平静或愿力性。好，我们看这一段的意思。食物呢是四食之一，四食阿哈拉，食。里面有四种，第一种就是叫做初团食，就是一块一块的。为什么叫初团食？他用手来捏成饭团。印度人的吃法是这样。日本人也是这样，日本人也是吃饭团。他不是饭散散的，像我们这样用筷子拨到嘴里面去吃。他们没有筷子，但是日本人也学会筷子了，但是他们有所谓的饭团，就是做成一像我们的春卷这样的。但是印度人跟这些孟加拉、巴基斯坦以及这个斯里兰卡人，他们吃饭呢，他是把那个饭弄成饭团，就是圆圆的一粒，
然后就塞进嘴巴里面，就在嘴巴慢慢咬。所以我们对食物的吃法就叫做出团食、那么他们的食物里面呢，这个食物主要就是饭了、可以说他的饭一般上都是用椰子的奶，就是椰乳拿去煮，所以就会有粘性，而且有一种香味，非常好吃的。然后沾这个辣椒跟这个大葱，没有蒜了、辣椒跟大葱拿成就是把它捣成泥，然后你就是沾来这样吃了。那你配其他的，比如说鱼啊、豆啊，一般上他们都吃那种叫做 chickpea 就是我们叫做马豆，马豆的一种豆，非常硬的豆，或者其他的食物，比如说大葱把它炒椰糖这样，它的食物就是这样，没什么变化，不跟我们的汉人的食物不大一样。我们汉人的食物是很多花样，千变万化，他们的食物都是很简单，其实天天都是吃那同样的食物。所以我在这里几个月来，虽然是天天都吃实验的食物，但是体重反而增加，因为那个椰奶的饭是很高的那个油在里面。所以等我这里回去的时候，我要去运动一下，来甩掉一些这些多余的这些重体重。总之我们对食物呢，第一种就是叫出团食，第二种叫出食，就是眼睛出色相，耳朵出声音，鼻子出香味，舌头出各种各样的饮料啊食物，身体出各种各样的衣服啊，跟以及其他的那种感觉。意我们也出，意出法，所以这叫出食，就是怎么讲出食呢？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听歌，对吗？然后你就开那个有歌的那些软件，然后你就去里面找歌，一首一首一直在听，那就一直在出咯，那就是一直在出食，就是耳朵一直在出那个歌的声音，所以叫出食。人就会执着嘛，因为他喜爱他嘛，所以他就会一直出那个东西，各种各样的，好像喝酒的人也是这样，抽烟的人也是这样，一直去找女人的那些人也是这样，他喜欢那种淫逸吗？对不对？或者赌博的人也是这样，以及现代更加严重那些吸毒的人也是这样，他就是上瘾了嘛。所以学佛法来，他会使我们断除这些东西，就是适可而止了，不会过度的去求这些东西了。所以不管是眼出的食，耳出的食，鼻子出的食，舌头出的食，身体出的食，还有意出的食，都一样，它都会使你执着，你就会好像一直像陷在那个泥沼里面，越挣扎就越陷越深，结果就出不来了，就给他那个泥沼吸到紧紧四只脚，然后就出不来了。这个就是佛陀所做的比喻了，就要像陷入泥沼这样。好，这是第二种。第三种食呢，叫做意识食，意识就是我们心中里面在想，就叫意识，就是我们心中你这个是什么意思这样、意思食就是吃，就是我们的意门在吃什么东西，
我们一直在想嘛，一直在起念头嘛，所以叫意识识。第四种识呢，叫做识识，色受想行识的那个识识。这个是指人在死的时候呢，他放不下他的意识，他不平常没有去关照意识是原生原灭的，因此他死的时候他执着他的那个识，他执着他自己是某某人，是男是女这样，然后就随着这个识就离开身体，就去再轮回去了。所以这就是我有上回有讲过，就是你晚上的时候睡之前你关照了，闭着眼睛你关照你所起的念头了，那就是意识，然后你一直关照它，它是怎么升起，你就发现它的生的因缘，然后过一阵子它就停了，就没有了，那就 关到它的灭的因缘，就是那个识的生灭。你能够看到识的生灭的话，你就会针对一个识，针对一个念头了，你看到它的生灭。那么接下来你看久了，看多了，你就发现所有的识都是在生灭，不管是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色识、声识、意识，全部都是在生灭。然后你就会真正的知道识是无常，然后你会知道识是苦，识是无我。它要有步骤，一步一步来的，不能够一下子就达到那个结论的，就是说我知道识是无常，识是无我，这个不能够做不到的。你必须要平常一直观察它，就是你一在观察它的时候，就是在实修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回到这个识，这边是食物的识，是第一种识。四种识里面的第一种出团识。为什么人会执着食物？很重要啊，你如果得不到食物饿肚子啊，对不对？你会饿的。你们可能没有试过，我小的时候就是饿得很厉害的。我小的时候我们在台湾没饭吃啊，没有饭啊，全部的米都给日本人搬回去了，搬回去他的日本去了。那时候才刚刚二战结束啊，但是那时候台湾还是在日本控制之下，所以就把全部种好的那些米都搬回去了，用船载回去他们日本去了，他管你们这些人去饿死是你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当时没有饭吃，我们吃什么？吃番薯干。番薯就是红薯了，就是拿去擦擦擦擦成幼幼的一条一条丝，晒干了，然后我们就去买一包回来，每一天早餐番薯干煮水，中午番薯干煮水，晚上番薯干煮水，天天吃，吃了六年，你看你怕不怕？没吃不到饭。每个都是瘦瘦的，虽然说这个番薯跟这个红薯是很有营养，但是天天吃也不行的，因为你没有其他东西搭配嘛。所以我都记得很辛苦那时候，所以我们不没办法逃了，逃去新加坡去了。就是这样我们才会去新加坡的。好了，所以这个就是食物。所以当时你 会喜欢食物吗？你当然喜欢食物啊，你喜欢米饭啊，你吃米饭觉得米饭香啊，你觉得吃红薯，我一后来我很久的时间我一看见番薯啊我就怕，现在不怕了，时间隔太久了。所以我们对食物会有一种喜欢，你喜欢你常吃的食物，就像北方的人喜欢吃馒头，吃
面食，对不对？南方的人比较喜欢吃饭，吃其他的，吃河粉，吃米粉这些，比较少吃面食。总之，有个人的饮食习惯嘛，它跟当地的那个地理有关系嘛，天气也有关系嘛，所以我们对食物都有执着，而且我们爱吃我们喜欢吃的食物，对吗？你改变不了的。就像我在这里，他们斯里兰卡人天天都要米饭的，没有米饭不行的。我就说可不可以吃面，他说我们不吃面。那我说你可不可以叫他们煮面给我吃，结果他们就天天煮炒米粉来给我吃咯。然后我就问另外一个师傅你吃不吃，他说我不吃。不吃我吃了。因为那个食物他吃不惯，但你叫我天天吃米饭呢，我也不惯，因为我喜欢吃，有时候喜欢吃面，我特别喜欢吃面，特别喜欢吃包子、馒头这些，反而是北方人的食物。总之，你对食物你不会有厌倦，对吗？你会有想出各种各样的花样，变花样，然后给食物做的非常多样化、可口，那你就会吃到饱饱。那你哪里会对食物厌？你会对它产生厌腻？你说这个吃了我会吐出来？不会的，对吗？不会厌腻。但是修行我们就要这样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讲到过午不食啊，就是八关斋戒里面呢，它有一条戒叫过午不食。怎么说过午不食？它为什么要你过午不食？就是不要你执着食物嘛。你就是吃，最多给你吃两餐，早餐跟午餐，没有了。你别想去找食物吃，你去到厨房没有的，空空的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那时候你去到走一下，没有办法了，那酒和水了。所以这时候呢，你会饿肚子的嘛，到了晚上肚子会叫的嘛，那你就会肚子一叫，你这边就想找食物了嘛，去开冰箱的门了嘛，去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嘛。所以你的心会厌腻吗？不会，对吧？所以要怎么样从这个这种修行怎么做，怎么开始做？从八关斋戒开始做，就是每一个月你六斋日你就守八关斋戒。我知道我以前开始守的时候很辛苦很辛苦，好像肚子特别饿的时候，现在习惯我不会觉得饿，现在反而身体胖起来我反而怕了。所以因此我要想办法少吃一点，所以你就会有对食物有一种比较中肯的或者中道的看法，就是食物是为了做什么？食物是为了维持这个身体而已。食物并不是要使我们能够长得胖一点、好看一点、脸长得圆一点，是吧？但是如果你对食物有错误的看法，你就会这样想了，那你就想我要吃什么东西能够使我长得圆一点、胖一点呢？所以因此你从八关斋戒的过午不食开始做，一个月六天做做做，做到你如果去短期出家那就没得吃了，最多给你吃午餐，晚上就是饿肚子。
你晚上在饿肚子的时候呢，你就会想食物啊，那时候你觉得食物是美好的，食物真的是好，你就会流口水。然后你这时候呢，你就要想佛陀讲的，怎么是对食物厌逆想，怎么升起厌逆想，你就想是谁在吃，对吧？你就想舌头、口水、牙齿，要把它嚼烂，嚼烂的时候要吞，吞的时候吞错了，啊，吞错会怎么样？它跑到气管那边去，然后你就在那边咳，啊，你就开始对这个食物。王美凤，你麻烦你把声音关掉。是哪一位呢？是哪一位呢？我们一共有23个人，你看我要去这一个个找的话呢，我是要花很多时间的。师父，对不起，刚才不小心弄到 ，sorry， 师父。等一下，我你这样就干扰到我了。关了，我现在关了，对不起啊，师父。Sorry 啊，师父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再开始。好的，我们现在继续说。所以因此你就会想，食物吃错了，吃到食管里面，吃到气管去了，很辛苦的，非常辛苦的。然后接下来你在想，食物吃到是谁在做工呢？是胃、肝，对不对？肠在做工。所以你看那些人呢，他对食物没有正视为他晚上吃的，等一下十点的时候再去宵夜。我以前都试过嘛，结果你回来吃了宵夜回来，你就去睡觉了。结果你说你会睡得好吗？对不对？那时候你的肠胃还在工作啊，你怎么睡得好？但是如果你晚上不吃的话，你绝对睡得非常好，我可以跟你保证的，睡得非常好，几乎是一躺下去就睡着。我多数的情况是这样的，我一躺下去我就睡着去，不用两分钟就不知道了。好了，因此呢，你必须要从这些方面来看它，就是是谁在吃，谁在消化啊，等等，谁明天去排泄？你吃多的话，那个粪就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明天排泄的话呢，那辛苦啊，你要拉一条很大条的粪出来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因此，这个就是你就会对事物有了厌逆想。通过这样的正思维，你才能够多休息，跟多休息的时候会带来大果跟大效益。果就是它会产生这个对食物的爱呀，是一种贪来的嘛。我们对食物的贪求呢，贪吃它呢，那个就是恶果跟三果的人要调伏的，所以你必须要调伏它。所以过午不食这条戒一定要守的啊，它跟这个食对食物的厌逆想直接有关系。那你会想，我为什么要修这个东西？这个修东西跟我修佛法有什么关系？有，你对食物执着，你就会执着身体，直接的关系就是这样。那你一直做身体，你怎么破身见？破不了身见。你破不了身见，你也不能够调伏你贪，所以你也证不了恶果跟三果，所以不用说了，其他都不用说了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是一种佛法的内容来的。你不能够说哦，
佛陀这么严格啊，都不准我们吃饭的晚上。你看这样还修了做什么？我看我去信基督教好了。他们允许我们吃晚餐，还可以宵夜嘞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那些回教、伊斯兰教，他们有斋戒月的，就是整个月，白天不可以吃，晚上才可以吃。那这个是颠倒的做法，不懂是怎么搞，是他们的事啊，这个我不管了。不过这个是颠倒的做法，你晚上你吃得饱饱去睡觉，你怎么去睡？你不是弄坏你的肠胃啊？同时呢，在食物方面呢，佛陀讲早上啊，早上是神仙在吃，中午是人在吃，晚上是鬼在吃。所以你看，你去吃晚餐再加上宵夜的话，你不是做了两次鬼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是鬼在吃呢？鬼都是很阴暗的嘛，动物也是啦，动物也是下午在吃啦。你回来，你如果家里有宠物，你当然是你放工回来才来养它嘛，那都不是黄昏的时候。动物它们没有这种东西的嘛，它随时在 都在吃的。你看那些鸟，随时都在找食物，一直在吃的，它吃到饱它就不吃了。所以因此我们对食物要有正确的认识，因为它用来，我们要用来配合做我们的修行。所以当我们对食物有愿力想的时候，你才会对食物的可爱、味道的可爱退去，退去就是退出来。你不会去找食物嘛，你找食物你就不会退去嘛，你也不会远离，你也不会避开，对吗？反转就是你走到那边你转回来了，你去那边本来是要找食物，后来你看看一下，哎，我要注意的，今天是要守过午不食嘞，八关斋戒嘞，这样好，你就转回头来了，就反转，不被生长，就是你一起了那个念头，然后你继续了，那你就不会你就是生长了，你就去继续去找食物了嘛，就生长了嘛，所以保持平静。就是你的心中保持安静，以及想，我的食物吃下去的话呢，不是我在吃，是胃啊、嘴巴啊、舌头啊、肠在吃，它在消化它，所以要给它很多工作做，不要给它。而且我们都讲病从口入，对吗？你吃多的话，就更容易生病。少吃一点，要有选择性的来吃，这样就能够保持健康。有健康的身体就可以好好的修行嘛，不然你生病的话怎么办？生病的话，人就是愁眉苦脸的嘛，他不会快乐嘛，那你怎么去修行？你的心情是不好，你怎么去修行？对吗？好，所以这边就比喻。佛陀就比喻，就好像你把鸡毛丢进火里面，它马上鸡毛就竖起来卷起来了。就好像你拿一条筋，就是不管是什么筋呢，不管是猪脚的筋还是牛筋，你丢进火里面它马上竖起来。或者你丢一块皮进去，丢进火里面去，不管你是丢那个猪皮啊还是什么皮丢进去，它马上卷起来，因为它里面主要就是胶质来的，里面是胶质，主要是胶质来的。好了，所以它就会远离、避开、反转，不被生长，它就会竖起来。同样的，比丘们，当比丘的心多住于对食物的愿力想的时候，他的心就会从味道退去，远离、避开、反转，不被生长，保持平静，以及对食物的愿力。
好，我们看到的第二段以及第三段。第二段，比丘们如果当比丘的心多注意惯常对食物的愿力想的时候，他的心和味道以及可爱随节。当你没有去做了对食物的愿力想的时候，你的心呢就会跟可爱的随节合在一起啊，合在就是随节了，就是随时跟你在一起的话了，节就是打结了了啊，保持不愿力性，就是你爱着他了。因此比丘们，你应该知道你的心中对食物有爱，我对食物的愿力想没有被休息，我对食物的愿力想前后没有修前跟修后没有差别，我对食物的愿力想的修行还没有达到。这样他如果能够这样知道的话，他才是一个正知者。正知者就是三八加诺，正知者。好，我们看第三段，这一讲就四段而已。比丘们，当比丘的心多注意对食物的愿力想的时候，他的心从味道的可爱退去，远离避开反转不被生长，保持平静以及对食物的愿力性。比丘们，你知道他这应该被知道，你知道我对食物的愿力想已经，我在修，我已经多休息，我休息前跟休息后是有差别。以前我没有修，我会去找食物吃，我现在有事了之后，我就想了之后，我就不吃了，所以就有差别。我的休息的力量已经达到，这样他在这里是属于正知者。前面他知道他还没有修到，他也是算正知，这边他修到了，他已经修成功了，也是算正知。接下来我们就看第四段。比丘们，当对食物的愿力想以休息多休息时，有大果有大效益，不死的立足处。为什么有大果大利益呢？因为它会使你放下执着嘛，你的烦恼就少了嘛所以就有大果，就有大效益，有大利益了。不死的立足处，不死就是走向涅槃了，涅槃就是属于不死的了。为什么叫不死？你不会再生出来，那就不会死嘛阿玛达嘛，阿玛达就是不死嘛，阿玛达这边这个阿玛达，你看这个是阿玛达巴利尤山啊，这边是阿玛多嘎德，阿玛多嘎德，嘎德就是脚站的地方，叫嘎德。阿玛多，他这边看他用的字是怎么样配，所以他这边要用一个 O 的音，这边用一个 A 的音所以这个是那些拼音文字就有这样的做法，我们中文对于好像这个还比较少一点当然有一些我们字，比如说要有特殊的发音，比如说那个行那个字，有一些地方你要念行，对吧？第几行第几行，你不可以念行，同一个字，但是我们的音是念行这个就是这个道理了。这边也是一样的，因为你用在不同的地方，不同的字配起来，所以你的音要改一下，这个是正常的了。好了，所以不死的立足处，阿玛多嘎德嘎德，那么这边是不死的完结，就是结束了了。巴利尤萨那就是结束了，那么不死就是阿玛达，阿玛达巴利尤萨那。好的，你能够这样做的话那就是修对这个食物的愿力想已经休息了，已经休息到多休息了，那么你就会得到大果跟大利益。所以
就是为了解释这个东西而说，在这里就是因为为了解释这个而说的。好，我们今天这个第三讲就讲完了。好，你们就可以要问问题的人可以打开。有问题的人吗？师父。啊。师父好。啊。我想要请问一下，刚刚这个讲这个八关斋戒的过午不食，等一下，所谓过午不食，等一下，你看得见我吗？我看得见，师父，我看得见。不是那个文件啊，不是共享的文件啊。共享的文件旁边其实是有画面的。等我把它停止。就是可以看到人的，您有看到吗？看得见我了吧？好了。有。你问问一下。好，我想要请教的是，请问师父的是说，刚刚您有说那个八关斋戒就是过午不食这件事情，那过午不食是指12点以后就不吃了吗？那可以开始吃的是最迟一点，午时是11点到1点呢、啊，所以你不能够迟过一点。Okay. 这个你要这个有时季节性哈、哦，一点呢这个是指夏天哈、哦，如果冬天的话要更早了，不能够一点了、啊。冬天的话12点之前你就赶快把它解决了。因为冬天太阳的午它不会在正中间了，明白吗？是跟着太阳的意思。对，要跟着太阳的。那说啊，你的声音、就是、隔天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是到隔天要太阳升起以后才能开始吃东西的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对呀、啊。OK， 那另外我想请教师父说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比如说像如果是身体比较虚弱的那些人的话，也是要遵守这样，凡是就是要守这个戒，就是中午过后就是不吃就对了。对呀、啊。一般上在寺院里面他都会要求你们过午不食的，如果那个寺院是认真弘扬佛法的话，凡是来寺院他都会要求你天天都是过午不食，配合出家众，因为出家众全部是过午不食的。那些汉传的寺院他们都晚上都吃的，藏传也是吃的，他们都不理这条戒，所以你想他们这些他要正果呢很难的，明白吗？因为他们对食物很执着，你破不了身戒的。所以我才说那些认真弘扬佛法的寺院，他会要求居士来寺院的话呢，一定要守八关斋戒，天天守八关斋戒。懂。那可是另外一件事情是想要请教师父，那我们在您那个供佛的那个就是您的课诵本里面，就是做早课要有供佛这个仪式，那供佛里面其实也有写到很多种东西，包括灯啊、食物。那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供佛的食物，又是指什么呢？如果你吃早餐是比如说面包了，你就供一份面包在佛前。等一下你再拿来吃了，你先供给佛一份先了。供完然后你自己才吃你的，然后你供佛那边你可以很短的时间5分钟10分钟就可以拿走了，然后 那些你都可以拿来吃的。
在这里我们这边寺院这边斯里兰卡寺院他们不吃的，他把供佛的拿来送出去给鸟吃，布施给那些众生嘛。汉传的寺院呢，一般上他们做的那些供佛的东西，他们都放在出家人吃的食物里面混进去。所以是应该要，就是如果正规的话是要布施出去的吗？还是啊，不要紧的，没问题的。不同的做法。像是，那所以像师父上面课诵本里面写的供佛的东西，有甜品啊那些，其实基本上就是你吃的嘛。甜品，比如说那些蛋糕啊、酸奶啊这些东西。那如果不吃这些东西还是要供养？不用，如果你没有吃你就不用供吗？我们供佛的东西就是我们所吃的东西一样样的，只是你另外拿一份供给佛而已。那像灯的话是 指蜡烛吗？还是 指我们的佛灯？你可以用电灯代替吗？可以的。哦，那香的话就是我们一般拜拜的香咯，都可以啊。香香一般上它是不在室内点，都点在外面，因为真的那些香现在都很刺鼻子，非常刺鼻子，会尤其我们在念经的时候那些香会卡在你的喉咙，结果你的念经念一下都声音都不见掉了，所以那些香都有可以讲是有毒的，它的香味。那包括点檀香这一类的，就是静香这一类的也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，都是在室外点，没有在室内点，他们这里也是这样。因为我们供香的时候其实是要把它点在室外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是啊，我有看到一些，我在台湾有看到一些，他们就在他们的那个窗外面，从上面挂一个香炉在那边，从上面呢，它吊在那边，然后他就把那个香插在那边，所以外面的空气会比较流通。谢谢师父。下一个问题。师父，啊，好。师父想问一下，如果我们守八戒在家里呀，那如果是夫妻啊，我们在八戒里面就是不能同房嘛。但如果我们在同房，我们一个睡上面床，一个睡地上，这会算是犯戒吗？师父，这样就不会犯戒。也可以这样吗？师父，可以的。如果在家，可以的，因为房间有限嘛。尤其有孩子的话，房间有限嘛。还有一个问题是师父刚才所讲的那个生灭哈，师父我想了解一下，就是无论是我们就是比如我们身体上的不舒服，或者是每当我们遇到一些每样的事情啊，或者不论是什么都好，就是它是无常的，就是说会生也会灭。就是不持久的，是不是我们可以学习用这样的方式去学习说这个是生灭法这样子？是啊，就是这样观察。就是不论是我们的那个心情，比如啊，师父 for example， 再比如我的心情是很低落，我们只是一直维持着保持知道现在这个心是低落的时候，然后我们要知道说它这个是无常，它会生也会灭，这样的思维法这样行吗？师父，是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它的观照，我们一般上我们讲观照，其实就是我们心稍微思维一下，稍微注意一下，
他就是等于在关照了。关照啊，并不是，像一些人所说的好像非常难的样子，其实不难的。哦，就是比如师父，包括我们的身体不舒服或者是什么，我们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去施于他，去了解他。师父可以这样的学习吧，这样的去保持着那个是，这样好，明白了这个。好的，没有别的问题，我们就开就回向哈啊，大家合掌，愿以此功德导向诸漏尽，愿以此功德为证涅槃缘。我以此功德回向诸有情，愿诸有情众同得此功德，沙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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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沙没有关，没有在啊，没有关，有录音吗？啊，师傅，你没录音啊？我没有录啊，他说他要录啊。开始的时候你不说你录了？师傅，我在重印名，你已经录好了。哦，好的，等一下你传上那个马来西亚群一下。好的啊，晚安大家。晚安师傅。晚安师傅。晚安。